可以自己做抹茶拿铁了。葡萄，我们现在坐在河边野营。妈妈，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叫鸭子。你说，你好呀，鸭子。嗨。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光线应该好像不太好的样子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出来 picnic， 因为阿塞说。怎么？没问题。哦，太近了，这个你们离路易太近了，路易会害怕你哦，鸭子。OK OK， 是挺可怕的，是挺近的。不好意思。现在好了吗？想出来野餐的原因呢，是阿萨最近真的迷上了他的相机。我想跟他说，哎，不如我就教你在如何运用 Golden Hour 去拍照片。六一在跟鸽子们说拜拜，就希望他们不要抢我们的食物的是吗？很有礼貌哦。结果我们到了这边，所有的食物全都准备好了之后，发现今天下午是多云天，然后晚上还可能会下雨。但是公园已经很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过来玩啦。Louis 已经干完了整盒的车厘子，你说车厘子？车厘子。还有草莓。不过来了，怎么？你还害怕吗？害怕。如果来了，妈妈就保护你好吗？你来的是什么，路易？可以给我看一看吗？葡萄，好吃吗？葡萄，say hello， say hello， say hello， 妈妈，我正在做咖啡，然后你们就挤过来了，可以不要爬上来吗？哎呀，你深谙此道。One day you had it when you was with Ashley at our house long time ago. 我们很久没有去我们朋友家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想要喝一点 baby chino 呢？没有。那我来。That's milk. 我们在做抹茶。嘿，喂，结果，六零八零一穿着。哎，你不能做小红帽。是谁把我们的筷子放到这里的？That's why they're a bit natural. 自己来做吧。Open this. Oh, gosh. 满满一勺，你这肯定苦死了。Okay. 尝一口看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。是苦的吧？没。我来把上面一点点挖掉，不好掰了。One time you can put this in Louis. 给 Louis 苦的吗？简单，杠杆原理。露露也在拍。
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东西。那后面阿瑟决定我们要出来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喝抹茶啊，那我把这儿也放在这儿可以吗？ Mine? 也是你的。 I can play in the garden also. 可以坐在这边聊聊天。哥哥的抹茶被你霍霍的没有了。Oh, thanks. 你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要写 shopping list. Help, help, how do you spell ing? I N G. I N B. One. T T E. 这个就是阿瑟的 shopping list， 什么 butter 啦， baking soda， chocolate， tofu， 因为中午我准备做一个菠菜凉拌豆腐嘛，所以有豆腐和 spinach，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做阿瑟的虾球。哦对了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油，可以写一下油吗？油油然后我也把中文全都写在了旁边，这样的话阿瑟也可以懂，他们也有一些中文名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就买了一些豆腐，然后我弄到一半，忽然想起来可以拍一下，就是我最近特别爱吃的，中午吃的东西就是，菠菜拌豆腐。我很喜欢菠菜拌。这是一盒豆腐，如果阿夏要吃的话，我就拌两盒吧。就是超市里面能买到这种 classic 豆腐。好。我就发现，如果冰箱里面有自己做好的快手的凉菜的话，就吃完了就会觉得很饱了，不需要再去吃一些热量很高的食物。白胡椒粉，一点点黑胡椒，一点点盐，这个红葱酥也很香，也不需要自己额外去放那个大蒜。芝麻油会很香，然后再来一点酱油，有时候也可以用豆瓣酱。先放冰箱。刚买了 spinach 和香菜，如果不喜欢吃香菜就不要放香菜。喜欢吗？六一，你要闻一闻香菜吗？不是，吸一口气，吸一口气，不是呼一口气。喜欢吗？这样子。陆玉是非香菜的，阿塞是香菜的。水开了。我很喜欢豆腐沫皮豆腐哦。这样。